这个刷点看里面是谁，好吧，里面是个佣兵，我直接挂机了，直接挂机，直接挂机。这个走位绝对是佣兵空军啊！你大爷，挂机挂机挂机，挂了挂了，玩你个蛇皮吗？这游戏？哎，就是要说，这游戏还能玩吗？就是前面佣兵空军是吧？哎，哇，好兄弟，好兄弟来了来了来了！别说了，好兄弟。好兄弟，地下室，当，哎，佛了，空军。还有鸟，不舒服了，这句双倒卡机，倒了个先机。哎，这里块板，算了算了，你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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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救了，空军不好救的。哎，空军在摸佣兵。救不了的，佣兵在补那个机啊，不给，继续卡这台机，地下室我都不要了。哎，没椅子呀、啊！哎呀，你傻逼吗？你哈皮，我靠，这个地下室可以挂下去的。哎呦，心态炸了！哎，我心态炸了。哇，这个地下室一挂，绝命了，绝命了，真的绝命了。片香水，哎，来嘛，四秒，三二一，咚，咚，哎呀，完了。这地下室挂不了，枪出来了还行。
枪出来了还行啊，换个屁股，那边不一定卡得了半的。哎呦，炸！好吧，炸！换挂子，换挂呗，折子还在我这里的。换归换，好吧，鸡压住了，最重要。咱们行善积德啊，行善积德，这个四杀咱们就不拿了。但是个铁屁股，给个机会吧，给个他跑的机会吧，好吧。因为地窖在这里，哎呀，这一分在勾引我兄弟。没事，反正我挂上去，大家都有机会嘛，他也有机会走，我也有机会杀他，是不是？留有余地啊，留有余地。讲道理，他应该会摸箱子是吧？哎，我猜到了。摸了一个了。咚。你的铁皮有够神收选的，但是还是有机会嘛，还是有机会嘛。还是有机会吗？你不挂了他肯定是杀了，你挂了的话还是有机会的，万一他已经打好针呢，对吧？好，万一他已经打好针呢，是不是？万一他已经把我溜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起码没有那种放血那么绝望。